户县农民化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展于60、70年代，兴盛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它作为为生产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群众性美术工作发起，历经了多次政治运动的熔炼，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依附到深厚的民间艺术的土壤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间绘画。陕西省户县是个半山区半平原的农业县，县城距古城西安约30公里。在户县西南部的秦岭中南山脚下，有个人工修建的水库叫甘玉水库。这座规模不是很大的水库看起来普普通通，没有什么特别的。然而1958年水库建设初期，工地上的一个美术训练班却赋予了它神秘的色彩。据说甘玉水库是享誉国内外的户县农民化的发源地。58年的年底，我们在户县甘玉水库举办了这个工地训练班。当时的训练班就是我还有西安美院的陈世恒老师。但是总该有个招牌子啊，我呢就先拿一张红纸写来的户县农民美术训练班。当时工地指挥部的领导看了不满意，他怎么是农村训练班呢？他为什么不能够说办个大学呢？我说大学，他说你比如说办个叫户县美专行不行？我说你们说是个啥就是个啥，我说反正在你们这儿办嘛。他说行，要学就学美专，他说要办大学，我说好，我就把那个条子又是那个招牌又撕掉，重新呢写了一个更大的招牌，上面也户县美专。那个训练班由各公社选派的学员，大致就是30多个人吧。接着呢就来了第一个学生，我感到很满意，很新奇。头上戴个白头巾，穿一身黑棉袄、黑棉裤、黑布鞋，一个16、17岁一个小伙子，一个姓蒋的。当时他来了之后，背一把锄头，然后呢，背一个挎包。这个美术训练班是由西安美术学院和户县文化馆合作开办的，目的是为了摸索农村群众美术工作的经验。为了赢得水库工地的支持，学员们不脱产，半天劳动半天学习，还想尽办法配合工地的宣传工作。因为户县的农民一个特点，会写诗，写顺口溜。我说你们去了走，当地就在把他事迹了解完了之后，请你编一首顺口溜的诗回来，然后诗配上画。当时58年搞了个大跃进的时候，农民画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诗配画。当时画了在工地上画了好多好人好事，我们把那些画了那些好人好事贴到工地的那个大门上，用这个门板把那画都贴到大门上。结果这些民工啊，收工的时候啊，看的人很多，为了个水泄不通，都说这个训练班办得好。我说你们还要画速写，怎么画呢？你采访哪一个劳动好的劳模，你画采访他的时候，请把他的像画回来。好，他就又去了，真的，那些劳模还愿意让他画。训练班的学员们都是农民，美术基础参差不齐，有的是民间艺人，有的是能工巧匠，有的则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有所作为，训练班结合实际情况，摸索出了写美术字、学速写、画壁画、
创作诗配画和连环画的学习步骤。我在画连环画的那个阶段，那么这学生画出来的东西呢，就横向剪纸，其中有几个女学，我不是两个女学生，那个女学生那个陈孝贤，那个女娃娃画的呢特别有意思，画的鸡，那个鸡就和剪纸的鸡一样，然后那个剪纸里面或者那个缝里头那个就那填上色块，五颜六色的，这一点是我想都没想到的，因为以前我对民间艺术接触不多，所以呢感到就很新鲜，画的很有装饰趣味画的那个妇女，那个妇女穿的绣花鞋，那个绣花鞋那个花很具体，一朵花都那个衣服上的花纹东西都是像那个不是像皮影就是像剪纸，就是像瑞士浆这个东西，颜色呢就是不过呢在这种造型的里头填上呢小色块所以呢富丽很富丽堂皇，很漂亮，当时一下子把我激发起来，我觉得真有意思，这个时候才发现，我觉得他们的潜力，我这个时候我才发现了这个农民有一种内在的潜力，这种潜力就是说他们受到那个民间艺术的长自小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在积累着。1959年初，随着大跃进的降温，甘峪水库工程暂时下马，这个被冠名为户县美专的训练班也随之停办了。一阵喧嚣后，好像一切都归于平静，但是短短三个月的美术培训活动却为户县撒下了农民化的种子。训练班结束以后我们跟每一个学员这个专门印了一个通知给各队生产队印了个通知，叫这些学员回去以后发展这个业余作者，成立美术组。在这期间我们就在下边对这些美术组进行辅导，也举办了各种美术训练班，这样一来又产生了一批新的美术作者。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先看到的，在报纸上看到的是沛县的这个孙悟空过火焰山，拿芭蕉扇子扇底下小高炉那些火焰。后来呢就是看到的是户县的群体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不管路线是怎么样，我们看到户县的农民化确实感得到这一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是表现自己的现实生活，表现自己的理想，很激动的看到户县农民化，这在历史上没有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话。从1960年初开始的3年自然灾害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饥荒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文化工作显得十分困难。在全国各地的板报热、壁画热逐渐消失殆尽的时候，户县农民化却在坚持和发展着。这个到1963年以后当时都开展了社交运动，社交运动期间全县这个都要对社员进行教育，150几个队上的都同时帮助他们画过山寺，画过山寺必须有写文章的人，也有画画的人，这上过的人就是那个景区堂当初。151个队，这都是在社交运动的时候画山寺，这把队伍这是就发现了、组织了、培养了。那一天忙的啊，这家还没有如何办善事，包括画画，画还没说完，那家还在那排队着等着呢。赶紧骑着车子给这一个乡去上课，俺俩每个人是每年都要值半年队。他回来了，我出去，他回来。支队的过程又是发现美术作者的过程，一个我嫌他们，另一个他们嫌我，
因为我下去的后桌子是中心公司搞的画画写手，他知道我爱画画，他就请我，爱画画的人就请我，我又行爱画画的，这是发现人、组织人、培养人，这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所谓三史，指的是家史、村史、公社史，也有指村史、贫农翻身史和地主剥削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讲三史，就是想通过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提高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这一时期，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农村中许多会画画、爱画画的人涌现出来，他们写身边的故事，画身边的真人真事，这些作品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回忆。农民的感情是淳朴的，他们的创作思想也是朴素的，据说有许多画是作者们流着眼泪画出的。这一时期是户县农民画作者队伍扩展壮大的时期，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三史展览为依托，户县农民画作者发展到500多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和美术史上，旧的中国没有这个现代的农民画，当然也有民间的绘画是有的，表现自己生活、歌颂自己理想这样的一个群体的农民画过去是没有的。中国全国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土改翻了身的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的理想，画自己的生活，自己拿起画笔当家做主人，第二次在文化上的翻身，一个代表性的这个文化潮。户县农民画画的是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感受，社会地位发生了改变的农民们精神面貌和从前大不一样，他们生活虽然还很清苦，但是画出来的作品却很少黑色和灰色调的，他们歌颂想歌颂的，赞美想赞美的。农民画作者们身上潜存着一种农民的天真质朴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传承既久的民间艺术的审美情趣，这些被自觉不自觉地带进了他们的绘画当中。那些充满美好理想和愿望的作品中流露着农民作者真挚的情感。农民画的这个特点被人为地赋予了一种功能，为政治服务，领导赏识，组织重视，符合时代要求，所以每次政治运动都会给户县农民画带来发展。在四人帮期间，农民画受到了一定的冲击，特别是一些画面上，本来画面是很好的，反映了生活，但是呢，里头画面里头啊是红旗标语充满了画面。朴素的农民画从一开始诞生就伴随着运动，大跃进时画大跃进，社教运动时又画三史，仿佛一个政治工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它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似乎成了一种必然。户县农民画作为为生产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起家的群众性美术活动，因为它始终参与着各种运动，得到了行政上的支持和经费上的保障，所以每次大的运动都为农民画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持续较长时间的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为户县农民画提供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机遇。美术训练班光73年、72年一年都办70多次，只讲我经济堂，后来王志坚也来了。除了集中辅导以外，最主要的是巡回辅导。
我给他们睡这一块，有时候睡这一块，吃这一块，劳动这一块，哎，是个洋话的话，我身上也有他们的心思。我们采取的办法是，鸡生蛋，蛋生鸡，滚雪球的办法。今天培养一个作者，你回去再发现其他的作者，他培养其他的作者。后来十四大了，我也觉得这就是文革的后期。中央美院也来了，开门办学，西安美院、省区人民使馆都来帮助我们的工作。十四越来越大，下来这个后来这个情况好了，美术出版社一常年都人都下来给咱们吃年花，给咱们吃花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农民画绝大多数还是表现现实生活的，这些描绘生产劳动和农村风情的画散发着浓重的乡土气息，表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生产的紧张激烈，表达了农民画作者对土地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张张别致，各个不同，组合成一幅生机盎然的农村生活的场卷。由于户县农民画作者队伍的迅速扩大，加之许多蹲点下放的专家教授们的悉心指导，户县农民画的作品从数量到质量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随着各种宣传和出版物的增多，户县农民画的影响力逐渐传到了高层，农民画画画得又不错，理当成为那个时代工农兵占领文化阵地的一个很有分量的砝码。于是从1971年开始，就有国务院文化组的领导来调查，中国美术馆的领导来审看。当时中央国务院派的人到户县来看，看了以后说这些作品不错，所以嘛就决定啊，在这个73年在北京举办户县农民画展览。这些作者一给他们一通知以后啊，都激动得不得了，有些晚上连觉都睡不着，有的在地里把劳动的工具都撂上，都跑回来做准备。到北京去以后啊，都急着要到天安门，到了天安门跟前，他们把那个门摸一摸，很大的碗大的那个铜粑粑拿手摸，好多作者都说在解放前农民吃都吃不饱，穿都没穿的还画画呢，所以大家在那里心情很激动。1973年10月，户县农民画87个作者的305幅作品在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为期20天的展览，参观者多达20万人，其中包括3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术展览，在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安排下，从1973年12月到1974年7月，还在上海、南宁、昆明、合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和西安8个城市举办了巡展。人民日报写评论文章，新华社写调查报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专辑，一时间户县农民画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与山西的大寨和红极一时的小晋庄齐名，成为工农兵占领美术阵地的典型。政治影响着农民画，也影响着画画的农民。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没有想到自己会连续3年成为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的评委，而农村妇女李凤兰更没有料到自己还有一段到北京参政议政的人生经历。我是在这个在我娘家，从小就喜欢画画、剪纸、刺绣。结果呢，在这寒村来了以后，这个家庭也很穷，我们家庭是很一般家庭。我家庭有3个老人，因为我公公有2个叔父，我二叔父身体不好，年纪不好，
三叔父那血管麻痹，身体就本来不好，腿也不行，家庭也是很可怜的。他儿子还在西安，也没在位，我就把那三个老人子监管好。再陆陆续续的就四个孩子，年龄越来越多的。一老老是起急心熬半夜，一晚上着睡的时候都不知道睡觉能睡多长时间，才给他做活。都是走一天，白天在地里做活，黑天回来做家务活。那阵那都是把棉花放上线，放线线织上布，啊，还给参加人做穿的。还睡一觉可是却累醒来，都不知道时间，反正觉得可画画，总爱画画，都是爱画到那个程度的。晚上摸着去，我让我怎么睡个觉，一来再醒来就画画，啊，画画，摸的都是做活，那屋子人家都往往叫拾破。那当然，从那过程来说，那家庭的三个老人、四个孩子，人家在我家一看都觉得，三个老人、四个孩子的妈妈啊，加上九个人吃穿都靠我呢。劳动还是子弟军，还是队长的干部的啥的，确实苦得很。算我人民代表，人家都说我是好媳妇。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个孝敬老人的儿媳妇，一个农民化的女作者。三方面因素促使李凤兰一步一步地从地方到中央，最后成为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凤兰是1958年户县甘峪水库工地美术训练班的学员，最早的农民画作者之一。从1958年起至今，风霜雨雪，世事变迁，李凤兰没有停止过手中的画笔。我从9岁开始就画画，9岁画啥呢？那时就是因为咱们长安和户县交界，经常过春节时画窗画。画了窗画以后呢，后来通过画窗画，就是我很画爱画画，把人物搬到窗画上去。所以由于这画画，当时爱到啥程度呢？我父亲我记住有一句话骂我说：“你画画能画出真么？”后来呢，慢慢长大了。画戏剧人物，画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在党干部期间，就用自己这个特长为生产队搞宣传。除搞宣传以外呢，经常搞创作。这搞的创作就贴在家里边，后来是被文化馆的丁老师发现了。由这个时候，我就参加了户县农民画这个队伍。由于搞创作，配合了中心工作，也出了很多好的作品，像当时的老书记呀、彩月归来呀、大战取火呀、这个女子书呀、修水库呀，当然我死不出去了，我还画了很多，就是配合中心工作的，放在大队门前。抗旱的时候画抗旱抗到田地头，抗旱抗到粮道树，这个农忙季节要收麦子，就画这个龙口夺食。所以过去人这个群众都有一句话是：这是花花书记，是书记门前一幅画。就是，群众看了以后就是这幅大看到这幅画就知道当前要干啥事情，就是用画室。1972年，接到了县上通知，要求我到北京参加川桂评画会。那个时候我给李凤兰去了，哎呀，那心情啊！就是作为一个农民能到北京能开会，能跟中央领导坐在一起，所以呀、这次比我们感受深得很。第二次评画会是在1973年，我是和马亚丽同志去的。最使我难以忘记的就是第三次评画会。第三次评画会是什么时期呢？就是正好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川桂搞一个双庆美展。当这个双庆，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当时啊，有些人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态度变了。当时我们心里就很难受，他们好像随便了一个人一样的。我自己就想不通，就是啊，你们到户县来开门办学，我们跟亲戚、跟亲人一样的。上面虽然是向贫下中学习，实际我们内心呀，只要想转下学。这才来的老师呀，没愿能搬到我们的家乡来办，我们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们从生活上照顾啊，那个时候肉买不到，我们到这个收购站去专门跑指标，
就是糖买不到给你闹糖，在那个时候人家是搁资本主义尾巴，可是我就找了一个人专门整千斤大面皮子给美院同志吃。就是我们在中央美院临走的时候啊，我们的感情到啥程度了，我们一夜的群众都没有睡觉，到那个店上去给那些人呀、这个告别。到第一天早上汽车开来了以后呢，这个刘念伦那个有的都上了汽车了，大卡车嘛，群众在地下把手攥着不准走，整个这个送这么些人送到什么时候一直是有半个多小时，最后我怕这三个店都要到户县上火车耽误时间，我最后才统一发命令叫司机猛开，群众在后边念。可是到现在人家这样一变，哎呀，我们心里的确相当难受啊，好像我们这个农民化是私人帮搞的，在这种情况我们心里相当难受，哎呀，舍不出那个滋味，就是这个政治上咋是这样的。最后呢，华群武同志说的话，说是户县农民化的问题，农民是靠种地，他只知道种地，只知道画画，他不知道中央发生什么问题，他不知道私人帮是个啥，但是这不能怪作者。自己今年不是来了吗？叫记得自己说几句。哎呀，我心里更难受。我想说啥呢？过去我们是来介绍经验的，今天我们还是检讨呢，还是给人家是做经验介绍的，所以难受得很。说最后啊，我们就想离地想回去。说这会结束了以后，这个中央美院的一些老师要叫下来以后啊，就要让我们到他学校去做客。我们那还有新做客，就是啊，进回来都不行，这咋能变成这样的？说最后啊，中央美院的老师和同学那感情相当深，他们不管你这，反正只看到我们的感情，要求我们到学校，你们拉到学校去，问户县这，问户县那。当时咱们这里搞那个袁天华呢，搞袁天华呢，就是最后呢，孙美兰和同学的老师很感动，特别孙美兰老师写了一首诗，就是那里面写的天天盼，夜夜想，户县亲人到身旁。作者他们都是带着感情的，他抱着一种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这个心理，不断地党叫干啥就画啥，只知道我爱画画。